其实我刚刚也是觉得非常的心疼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非常努力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，可是最爱我们的家人，你们可不可以相信我们？今天我给你们的分数是10分。谢老师。藏在心里那个我，常问为什么，从不懂得表达我，醒着做梦，压抑的内心就要被掏空了，而我受伤了。在歌唱组来说，是唱的最好的一组。老师，你们的能力非常好。你一开口，我跟昆达老师两个人是对看，而且是这种，哇，我们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感觉。你的声音，那个是也是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，宝藏男孩，真的是宝藏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喜，很好哎，真的超级特别。蔡正，你上台前，他们上台前，你是在哭什么啦？没有，其实台上台下都哭成一片。对啊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停过呢。我跟学文之前就很好了，然后我在学校就知道他是不是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知道，你刚刚说你在学校就知道他怎么了。他在学校唱歌就很好听，很好听。嗯，可是他每一次从第一路到现在，他都没有上台过。哦，所以你很开心他终于上台了。很开心。就是你也会对我说，其实我们并不寂寞，喜怒哀乐都要跟你一起去度过。其实我刚刚也是觉得非常的心疼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非常努力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，可是最爱我们的家人，你们可不可以相信我们？你们是我们可以唯一可以依靠的港口。然后我也希望在正在看节目的爸爸妈妈们，所有的原子少年的爸爸妈妈，请你们以自己的孩子为荣。他们今天可以勇敢地去追逐自己喜爱的事情，也许你可能不认同，也许你可能不喜欢他从事这件事情，但人生只有一次，青春就这么短暂，你就让他们去闪耀，去追逐吧，去跌跌撞撞，去受伤都没有关系，可是这是他们的人生，我们作为父母的就是祝福你们。好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录了。